在这个时候，澳洲墨尔本早上6、7点大概13到15度。他说一般的华人都会穿个薄外套，还有这种卷毛。不羁感的远景是如何炼成的？哎，你关门了。顺手把门带。顾小姐手给了。你看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呀？飞机上更吵，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实景艺术。把被子掉，因为客机要注意公共形象。是哪要睡了是吧？他没睡，他有工作。你这会儿还要彻夜，彻夜干活呢。被子翻过来了。你忘了被。你别帮我，我自己来贴。一会儿只有我一个人贴，没有人帮我。哎，我看一会儿就看你捏完挺好。被子条件有限，能叠这样不错了。